上礼拜我是用负来形容2022年呐、啊。那今年今天刚好是新年开始，那我是用英文的 uncertainty 哈，那不确定性来形容。但是如果用中文的话呢，我愿意用盼这个字哈，盼望的盼哈，代表一种期许哈，来形容2023呐、啊。那不确定性部分呢，事实上扮演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呐、啊。因为俄乌战争，我想大家预期2023会结束，哪时候结束不知道，怎么样结束也不知道。那么怎么样的战争的结果，后面的效应是如何，大家也不大知道。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呢，俄乌战争是首要了。那美中俄乌战争呢，它跟美中竞争啊。还是产生一个连带关系啊！如果俄乌战争一直很难结束，或者是那个战况一直焦灼在那边，它会不会引来所谓的犄角之势，也就是中国对台湾的压力这是一个犄角之势，让美国自由世界应对这两边的冲突，它会比较捉襟见肘，或者是比较辛苦。那我们期盼的是，俄乌战争可以比较好的发展方向，就是侵略者应该退到他原来的地方，那普京应该受到怎么样的处理这些部分。那美中竞争那是已经无法避免美中无法回到这个2017年前美国希望帮助中国经济发展以后带来政治变迁、政治改革那这个路线来，那么美中的竞争呢？有些部分已经确定，那某些部分已经没办法确定。那我们希望美中竞争呢，至少能够控制冲突，也就是说，它是不以冷战为名的新冷战。那竞争呢？用制度竞争，然后我们冲突呢，能够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那对中国来说，他明年疫情、经济跟军事这三个是他重点，疫情呢，现在的疫情，很严重。那中国他可能希望说，春天以前呢，这个疫情高峰能够过去，然后他可以拼经济。这我们可以看到，他这希望是这样子。但是疫情会不会带来很大的、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这个疫情如果带来很严重后果，或许经济部分在疫情告一段落以后，会比去年好，但是呢，状况也不大明确。可是我看到的是更严重的部分，就是中国的民意已经起来了，从四通桥事件到白纸革命，已经带动对中共政权、对习近平主政的不信任，或者是反抗、反对。这种白纸运动，它会什么样的展现？它可能不是一次到位，它会是一个会不会是一个绵密不绝，带来中共政治体制的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部分呢，这个压力部分，如果是一个在控制有效范围之内，那中国不管是共产党愿不愿意主动改革，体制内互相斗争能不能和平解决，然后人民那个所谓的政变。兵变、民变这一部分如何控制在有效范围，这个又是一个不确定性。那如果控制不好，那人民反抗很大，那习近平会不会铤而走险走军事？那么军事的话，那就是他的周边，那台海就首当其冲。那不止台海了，搞不好跟印度的关系、南海的关系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中国的不确定性就带来台海的不确定性。那对台湾来讲，今年去年民进党那个马氏全体那个九合一选举大败，那现在他正在重整旗鼓，希望那个复制或重塑2018到2020，民进党2018九合一选举失败得很严重，但是2020就大翻盘，那么他现在也是希望做一点调整以后，2022能够继续维持民进党主政。但这里面有一个不确定性，第一个就是2018到2020是蔡英文总统他自己主导，那现在是
一定要换手，那换手要换手到比较确定应该是就是副总统来接这个角色，那这个过程中如何磨合，又是一个不确定性。还有这个不确定性来讲，它还是有相当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台湾在前几年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之家一直将台湾 民主的表现、自由的表现不断的提升到第一等级，这几年维持到94分，很高，比法国、比美国分数还高。经济学人2022第一次将台湾评为全球十名之内第八名，那2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台湾第一名，那个民主的表现获得肯定。那年底我又看到2022的经济表现，台湾从2016马英九交班的时候，蔡英文总统上来，2016到2022这六年，台湾的经济规模 GDP 从全球25名晋升到全球第21名。而且我特别去看前面20名，除了荷兰是1700多万人口，它的表现比台湾还好之外，其他19个国家它的人口数量都比台湾大很多所以台湾在经济表现上全球21名，这是不得了的成就。而且在第21名的这个 GDP 的这个排名里面，我刚才特别再强调一遍，前20名除了荷兰之外，台湾是人口最少的。所以这种经济表现大家有目共睹。那么为什么还产生这个困境？我想两个，第一个就是台湾内部的问题呢，经济发展过程中呢，加上疫情原因，造成整个社会有钱人更加有钱，比如说科技产业，但是有些人也许刚毕业的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好工作，然后呢，或者是他读文科的，读社会科学的他的薪水一直都比较低，所以台湾的发展很好，全球第21名的经济GDP， 但是呢，内部的这种贫富不均部分执政党因为疫情造成更严重的问题，执政党他如何去做处理这一部分，可能还要再加强，如何让人民有感这一点这个很重要。另外呢，2018也好，2020也好，这个地方选举的失败，当然本来就是地方势力本来就国民党比较强，也就是他基层势力就是四成以上。但是呢，不容否认的，中共的认知战、中共的超限战、中共的假讯息对台湾的渗透，包括这一次 TikTok 扮演的角色，加上台湾有在地协力者，这也无可奈何，因为民主国家一定有不同的政党想要拿取政权。那夺取政权过程中，他有些人叫他无所不用其极，就像赵少康，你看他几乎每一件事情他都反对。我一直想问他们说，那你们什么赞成？民进党执政到现在，反对党像国民党，他尤其是像赵少康这种比较极度、比较强烈的这一部分，我就看不到他们有哪一件事情讲民进党做对的。蔡英文想将国防兵役延长为一年，那个朱立伦作为主席，他是支持的，民众党也基本上也赞成的。可是像赵少康他们代表的所谓战斗蓝部分，他根本就是这样批判的体无完肤。那在台湾，我也接触到一些军工教50岁、50-60岁以上这些，他那种蓝到让我觉得，我就想说，你们立场跟中共有什么差别？他们传出来的东西，或者他们的那些红那网红。根本就到中跟他们讲的话跟中共那些网红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一部分呢，我觉得民进党他可能要将这是勇敢面对，诉之于人民，让人民知道中共对台湾的压力，中共对台湾无所不在，哪怕他现在不竟然用武力是作为后盾，但他最高目标是统战不战屈人之兵，本来是想买下台湾，现在是想用欺压骗的要骗台湾，或者说是找在地协力者拿下台湾。那么这一部分呢，民进党他可能要勇敢面对，不能只是守势，他要诉之于让人民知道说中共给他的压力。这是我认为民进党如果在这种不确定的性质之下，他如果处理就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要勇敢面对
经济发展这么好，但是人民这个财务不均分可能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如何这个处理原来的正统的，也就是所有国家都会面对的左右这个问题，也就是到底你这个成长重要还是财务分配平均重要，这个问题他要面对。第二个就是面对中共给他的压力，他无法逃避。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已经提过几次，我希望民进党真的要去了解为什么李登辉面对中共的时候提出18套剧本面对中共，甚至于这面对中共的剧本里面，我希望台湾也好，全球也好，一定要做。我注意想到一个，我今天特别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许中国不会轻易跟台湾战争，也许美中冲突也不希望产生战争，但是像中共不断的军机绕台，还有演习，然后跟美国的飞机只差3公尺、6公尺，如果擦撞到怎么办？我希望自由世界也好，台湾也好，都要去面对。可能不想，可能没有想要战争，但是万一像这种不断的演习，不断的侵扰台湾，如果哪一天发生的这个擦撞事件，好，那如何去处理这个部分太重要了啊！我们虽然作为一个平民，我们希望本来不想打了战争，然后发生战争怎么办？很多战争冲突也许都不是主动设计出来的。你看第一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战争那个起因也都是一个偶发事件，然后就引起世界大战了。所以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不管是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国家，包括台湾啊，首当其冲的台湾，都要有更绵密的想法去设计，如果这个里面台海发生冲突怎么办？然后美国跟中国发生冲突怎么办？那这个冲突本来不是马上要战争，没有看到，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要全面战争的迹象，可是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用不确定性叫 uncertainty。来形容明年，但这种纵然如此，我还是提出一个“盼”这个字，就是我们希望2020到现在，或者说2017、2018到现在美中竞争，然后2020到现在这些动荡上礼拜我们讲的动荡颠覆可以告一段落，我们盼望否极泰来。谢谢。那个王老师讲的变。跟苏大姐讲的行，我觉得都讲得很好了。所以如果中国人、台湾人都可以醒过来，然后呢，世界产生大变局，那就是我的期盼嘛。所以我盼望，我的盼就是盼望苏大姐所讲的跟冯老师所讲的都可以实现，在明年能够达成这个目标啊。我也一直认为像北韩这种躲在俄罗斯现在，尤其是现在躲在中共背后这种耀武扬威啊，那对人民的这种无限欺压，事实上是被软硬的结果。如果俄罗斯在普京倒台以后呢，产生大变局，那中共也产生很大压力，产生大变局，那我想这个伊朗也好那个北韩也好，应该这种专制都会撑不住，那第四波民主化可能就马上就启动。否则如果以前几年2005开始第三波的那高潮已经过了，这十几年来自由之家都不断的报道全球民主处在倒退中，尤其是疫情期间全球自由情况倒退更严重所以我们期盼这个后疫情时代来临带来否极泰来的世界局势。第二个我要说的是，中国人也好，全世界人也好，或者说自由民主国家都人权挂帅的价值观也好，死生是大事。一个国家的政府会是让人觉得恐怖到连死亡多少人都不知道，这是多恐怖的事情。不管以前的那种火车摔的事件，或者说大的一个事件，中国长期以来就让人家对他公布死亡人数都不信任。那现在疫情一样，一个国家的政府连死生大事的事情公布的时候人民都不相信，那是多可怕的一个社会啊！我现在没办法去想象的。我实在没办法想象，这样一个社会
啊、哦，这个有人写过说是溃而不崩，那就是早就大溃烂了嘛，只是中共集权专制用他收过来的财产的人民的那个努力的成果，对内镇压，对外扩充。这种状况之下，说实在的，我真的很赞成冯老师所讲的，这样一个政权说变就变，搞不好马上就倒台，因为他内部已经空了嘛。就像当时苏联垮台的时候，也没有人预料到嘛。中共垮台，可能全球也没办法预料到。我没办法想象说一个不只是民无信不立而已，而是连死生大事都不相信的一个社会，怎么还可以存在啊？怎么还可以运作啊？我相信人民这种觉醒，那个苏大爷所讲的，人民觉醒应该很快。事实上，人民已经觉醒了，因为从四通桥到、白纸、革命，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所以，有些人、我包括我的朋友讲说啊，三月份，明年三月，如果两会确立习近平全部揽权以后，就更没有希望了。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很多人认为说明年三月习近平就大局大权独揽，就整个就稳定，错了。他大权独揽，反而内部的其他派系更不满意。然后呢，他的责任要扛得更重大的是到整个箭头指向习近平，你这十年来主政，发生这么多问题，你还有脸再干下去吗？你就再干下去，后果如何？所以呢，这样一个变局，我们随时都可以。期盼都可以预料得到。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对比出来，台湾真的走出一条跟中国共产党的方向不一样的路线。所以我也看到越来越多海外中国人期盼的是中华民国这样一个旗帜，这样一个宪政主义，包括宪政或者是旗号回到中国统治。我已经看到越来越多这种观点的。所以呢最后我强调了，中共这种立即暴力跟谎言，尤其是谎言这种部分已经在输出，这个输出部分台湾已经有些人中毒。这认知战为什么成立，为什么确立，就是有些人基因跟他一样，或者有些人可能在那边利益可图，或者是他本身为了要夺回政权，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有意故意的无意或故意的接受中共这种统战的模式，就是造谎造假，或者是说故意部分的事实扭曲。所以赖清德讲的是强化国防和平保台，怎么会被扭曲成他是只是要和平，然后放弃的所谓的抗共。我主张不管这个小英总统或者赖清德不要去讲什么抗共啦拒共啦反共啦，但是呢一定要护台。这个东西任何民间领袖都可以讲，但是为政者不需要去对中共呛声，也就是小英总统一直谨守的，他不挑衅中共，但是一定要坚持啊！台湾的基于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跟生活方式，是我们一定要保障的。我们也一定要主权，要维护人权。这一部分，为政者可以讲得更清楚，说他可以不去挑衅中共，但是主权维护自由人权，然后呢，我们的宪政秩序跟民主生活方式，小英已经讲很多遍了，这部分还不断的强调，然后呢，勇敢面对人民，勇敢面对这种挑战，小英重新掌握麦克风，重新回到跟人民沟通是好事情。他讲说700多天来没有做召开记者招待会是因为疫情，那我们过去事情就算了，现在我希望民进党真的勇敢面对变局，勇敢面对挑战，因为台湾有些人真的是故意混淆是非，受到中共影响，已经有些人已经有中共的基因了，所以这一部分要勇敢去对抗。我们期待未来，真的是明天会更好，明年也就是今年开始会更好。谢谢。